我就来带这首呢的这个翻成中文哈，这个快乐的姑娘啊，谢谢。对，再一首，再一首，好，接下来换你伸那个伸缩好，伸缩好哈。哎，在舞台上呢，来哪一首歌 ，Michael？ 接下来 Michael 呢带来一首抒情一点的哈，来两首比较快的哈。带来这一首歌我也很喜欢 ，Love Me Tender 哈。啊，我记得我之前呢那个有受邀，我那个受邀到那个什么卓著出版社啊，那时候他有邀请我呢去那个吹奏担任那个老师哈，啊就吹奏了这首歌哈。Love Me Tender 哈，我们一起来听 Michael 呢，他用伸缩号表演哈。Love Me Tender， 给 Michael 一个热烈的掌声一下哈，谢谢。
接着呢，我们 Michael 三首歌之后呢，我休息了哈。那接着呢，换到我们要来吹低音的 saxophone 哈。好，接下来低音的，我们就会比较没那么多快歌哈，没那么多快歌，因为快的呢，我们要在前面哈，大概八九点的时候演奏，而现在九点半到十点呢，哦，就要演奏慢了，不然等一下会抗议哈，我最怕那个警察了哈，那个警察来，我的脚就在抖了。啊，好。那有些阿公阿嬷哈说我上次吹很多日语的哈，听得很陶醉，你知道吗哈？我现在在那个台南，尤其是我那时候去吃那个关东煮啊，或是去夜市哈，都你刚起阿日哦，所以现在都认出我，害我都没办法去外面吃饭哈，帽子都要戴着，口罩要戴着哈。啊，那上次也跟大家分享，就是呢，为什么上次吹很多那个日语台语的哈？上次就是因为我去吃关东煮，那个阿公呢都唱日语歌。反正我是听无啊，那个唱日语的我是听不懂，但是我会吹啦哈。那我有邀请他下次要来哈。那另外呢，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哈。那也谢谢这个我们安平呢，我们教会哈，安平灵粮堂哈，在台南安平区的抚平路77号哈，跟我们工作室一样，都是77号，我们是和真街77号，他们是抚平路77号哈。那即将在这个圣诞节，接下来圣诞节哈，对不对？提早的庆祝，那在时间呢是12月22日星期日啊，星期日的呢晚上啊6:30到8点呢，8点之后还有一个晚会啊哈，就欢迎大家哈一起来这个共襄盛举，这也是我们安平在地的这个活动啊。那接下来还有第二件事情要分享，就是呢我们这个圣诞晚会嘛啊，我也有这个圣诞晚会，我通常我最喜欢一年呢我最喜欢的节日就是圣诞节啊。那因为25号，圣诞节是25号嘛，哈，没办法，我都是礼拜六表演，所以呢是21号，好，那我21号，12月21号晚上我表演的时候，有可能在那边，有可能在这边哈，那会有圣诞节小小活动，也邀请大家呢，如果你们不怕冷，哦，来要来这边陪我，欢迎大家穿那个红色、绿色、白色，啊，我每年我都会记录一下，也会拍照哦，上次很冷哦，也很多人。
哦，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穿这三个颜色，然后稍微自己装扮一下圣诞帽什么的，没有的话小北百货就有了。啊，如果你们在旺季带呢，我顶多会准备两个 U 币，可以送两个朋友哈、哦。所以有些朋友拜托，哦，圣诞节的时候欢迎大家哈、哦，你可以穿着啊布置一下，这样有圣诞节的气氛啊、哦，因为我很喜欢圣诞节啊，所以我也会布置。啊，我也有从那个北极邀请圣诞老人会过来，哦，他会骑着雪橇 Autobike 过来，啊、哦，所以邀请大家哈，12月21号哈，圣诞节那一周的星期六，跟12月22号，哦，那这个传单呢，也非常感谢我们吴小姐哈，她如果有需要想要参加，那免费的哈，来这边找我认领，或是找我们漂亮义工 K 妹，哦，大家有在听就知道哈 ，K 妹我们义工。非常有名啊，非常漂亮哈，啊，水 K 妹哈，大家再找她认领一下，好不好？啊，接着呢，我就不多话哈、啊，接下来呢，来为大家吹奏。首先，带来一首刚才说的日语嘛哈，来一首，我也很喜欢。